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，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河，为什么总在那些飘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。我说你们一定是我不在的时候在那设备的啊，弹谱的哦。我跟你们说两怪，有的时候我半夜都要找吵。想你想你想你，最后一次想你，因为明天我就成为别人的新娘，触摸的我，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河，为什么总在那些飘的日子。大哥，有件事情也许就看你这边，我们专柜哈，我们几家都有在。那共享也是一种东西，然后梨花鸡那个不太看哪一些什么，那个可以来调味啦，比方说牛蒡枸杞，那都是来提味的，或一点点所谓的甘草。可是我们明明有这么好的白鹤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有艾草根，也有月桃根。好，好，这个我懂这件事。好好好，知道。苏玉啊，我跟。请大哥跟阿康好啊，那个会很快，会很快，就是只有我们农场专有的，这个会很快。我们以前开发过暖心茶，有一些牛蒡的经验，那刚好我们现在有白鹤，我跟阿昌来调配一下，我请志宏来帮忙。在哪啊？然后因为最主要还是大哥一个礼拜内完，要有一个是专柜配比，对，然后关热水，然后就可以出来。嗯。我们还是会用比较大的茶，它不能有太繁杂的泡茶程序。哎，没有，我们配好给那个客人啊，兑开水就好了，就给他们一包兑开水就好啊。陈明章知道了一定很高兴，你们连工作都在听他的音乐。有那个他上次那个就是试音的时候，我有看过。